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黑框眼镜的频道，我是冰恋。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的是茶饮地层，让我们继续在这充满食物的地层中冒险吧。哎呦，这个好厉害哦！哎，不来吗？插你，插你！哎呦，你上来吗？上来啊！我想上去上面。哦，感觉是条秘密通道。这种镜头总是有一些好东西。给尊重，给尊重，给尊重！屁啊！你是有那么多？太夸张！哦。炸榴莲，高热量油炸点心是提高血压和体脂肪好帮手。哇，榴莲本身就是炸的了吗？是吧？哇，刚刚那里真的危险了 ，combo。哦，你还在啊？哎，你死了。米，这时代想吃碗白饭还真是辛苦。哎，好。所以刚刚是倒碎石吧？这是豆子。哎，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有很厉害的怪，是米吗？哦，是，这是稻子农夫吗？我们等一下细细可以比较有空的时候可以细细看一下他的招。我还蛮喜欢看他们的招的，因为每一只都还蛮很特别。收割刀碎片。稻米武士所使用的武器。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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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插的不成人样！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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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狠一点啊！这怪越来越凶哎、欸，真的是凶哎、欸！这是什么？晒鱼的吗？虾子、乌贼、史莱姆、土豆……哦，我原本应该想尽办法阻止你的，你是现在不想阻止我吗？可以啊，但是我没什么动力这么做，你就过去吧。好懒散哦，该怎么说呢？我就是没有什么动力为一个根本不关心植物们死活的领导者牺牲生命。森林之王不会在乎我们植物族的死亡，他想要的是什么伟大的生态平衡、稳定生态圈之类的鬼东西。植物们根本无法理解他想要做干嘛。我只知道草食魔物将我们的朋友一个一个吃掉，森林之王袖手旁观。什么为了生态平衡吗？植物们应该牺牲生命，这算什么领导者啊？也许我该让你去打扰他，至少我知道死灵法师和你只是想要收集食材，吃顿好吃的。他也是厨师吧？是吧 ？OK， 西瓜先生，你是练闻风丧胆的西米僵尸战士吗？你好。哎，所以我们很有名了吗？请将我血肉吃下，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吧。天哪、啊！将森林之王暴虐统治，令植物们民不聊生。我们都只是专制独裁下的牺牲者。那些植物们攻击你，只是为了服从命令。森林之王不被推翻，植物们永远不会有好生活。是我吧？我为了植物们的未来牺牲，为了粉碎森林之王的权威。啊！我们要把它吃掉吗？啊！我怎么那么邪恶？没关系，我是僵尸，我本来就应该邪恶。嘿嘿，我要吃西瓜，这个夏天最适合吃西瓜了。这是很无聊的树。哦，这就是很无聊的树。我擦一下它就死了。它是最低等的怪。耶、yeah, ！我的复活。哎、啊、哎、欸欸，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蝴蝶吗？蝶仙幼虫，蝶仙的幼虫。哎，红灯停，绿灯行，快跑！这挡得掉啊？可以吗？可以，那我就不用，没什么好担心的啊。大部分都被我挡掉了。哎，对啊，不会啦，还好，我只打了一只。哎呦，快快快快，要红灯了！哎，这挡不掉，这光线，等下等下，稻米比较凶。好，解决一个。哦，哎，等下，你，哦，蝶仙的翅膀拥有厉害的神奇力量。等下，这又是什么状况？哎，太难了吧！啊！擦你擦你！哎呦，好像有厉害的东西耶！哎呦，好帅哦！会打到自己吗？不会，可以。甜筒，我们的甜筒先生，紫银法师姓名在哪？我有话对他说。老板要我代为转达，他说他不会想跟会说话的植物对话。他认为你们的存在一点道理都没有，就是对植物主的物种歧视。看来你们老板无法接受时代的变化，那观念还停留传统，蔬菜水果就是食物的城府观念之中。老板还有交代，如果植物说他歧视的话，等等，我拿一下他写的纸条给我。他就回应，没错，我就是讨厌你们。现在香蕉、草莓、番茄，我都会阻止动物吃掉。如果本来就是植物产生出来让你吃的部位啊。我看你们只是某个过去神经病法师创造出来的恶作剧，本来应该，哼，看来你们老板真是人类至上主义者啊，自大认为世间一切都是为了服侍人类而存在的。这什么隔空吵架？你再等等，老板画了一个表格，是我针对不一样的攻击区应对。有了，地下城市人类在过去耗尽心血建造的，地层里所有的动植物都是因为人类才可以活好好的活在这里。那又如何？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该被啊！抱歉，表格最下面就是那句话，我没办法再回你们了。哈哈，你可以想你的新回应啊！啊，忘了，骷髅没有脑袋。你有没有想对我们老板说什么？我想请他帮助我们打倒森林之王。怎么？我还以为是因为老板让新人僵尸到处杀魔物来煮料理的关系。哦，那相对于森林之王造成的体质灾难，算是小问题。啊，我还真的不了解那位森林之王他做了什么。让你被迫向我们的老板求助。正义之王统治了上层的阿三大草原，控制着所有植物族。他要求为了地域整体生态系运作，植物族需要定期献祭一定数量的成员，当做动物类的魔法食物，魔物的食物。哦，所以植物变成牺牲者了。草食动物每天都要进食，在这个制度下，每天被杀害的植物族远超过你们小僵尸所吃掉的数量。对吧？我们吃很少东西啊。这个社会议题还有一些复杂，我觉得我跟不上。草食动物本来就是吃豆植物的啊。那是过去式，我有森林之王统治垮台，植物族才有办法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好，我们要努力推倒森林之王。地层有很多植物，都只是植物而已，例如说地上的草和旁边的树木。如果说能说服森林之王使用没有意义的植物去喂养动物，那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了。人类胚胎也不会说话，你见过他们拿胚胎喂猪吗？总有一天，所有的植物都会觉醒自我的。哦，那我们要吃什么？好吧，我开始跟老板一样，觉得这一切没什么道理了。紫金法师心里在哪？哦，土。哦，对，土矿物吗？啊，这都有了。往前有花哎，所以我们可以吃这个花？不行。哦，哎，我会跟你一样的招，那边嚣张，那边嚣张啊，好像没什么用哎，完蛋了，怎么不太好用的感觉？真的不好用。等下，刚刚是不是有一朵会走的植物？啊，对，真的有，难怪我觉得这花怪怪的，树花，罂粟花果实吗？会流出什么？看一下，
在哪？罂粟花果实哦，第二页了吧？这个树花是过去人偷偷大量栽种而被抓进监狱。罂粟是哪里啊？做海洛因吧，还是鸦片的？白色粘稠的液体，并很快氧化成灰黑色，是鸦片还是海洛因？忘记了。哎、欸，这个好阴险哦，这真的好阴险哦，时不时就会被，真的时不时就会被害惨哎、欸，这个也是，偷偷来，真的是哦，等下又要电了，哦，赶快过，哇，哇，哈哈哈。啊！被砸成猪八戒了。哎、欸，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榴莲壳？榴莲？那是榴莲，长得这么大颗。完蛋了，我要被擦得不成一样了。等下那边有路，我看到了。有了，食谱，丝路秘传的食谱，飘然花糕，用素花乳白色的果汁制作成果冻糕甜点，吃一口便能赶走任何烦恼。这是海洛因吧？这怎么上去啊？他是一定要中招啊？不用，好中了，耶、yeah！我们老师又来了，呜、哦，新的食谱的地方，书怎么不在这？你把阿三魔物食谱书藏到哪？我没有义务让你知道。你很幼稚哎、欸，他的脸每次看几次都很好笑。幼稚的是你，为什么要你把自己弄成蓝色？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王莲啊，王莲看起来就应该蓝蓝的，半透明，然后要有点光晕，不然像你那样，谁还看得出来是王莲啊？哦，你现在该不会连维持自己的影像都很辛苦了吧？哼，我没有义务让你知道。哦，该不会我们老师魔力要耗尽了？魔法员也是透过消耗灵魂作为能量来扭达到扭曲现实。这王年的你我，每次在一次法术便会无可逆转的损耗自己的存在。这还是你告诉我的，你在伤害自己，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我不想再自费唇舌而心，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没有办法承担打开心门的代价，我绝对不会让你踏到地表一步。那么我们实在没什么好谈的。我已经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这样了，巨人。我会打开心门，到时你也得跟我一起走。哇，不对啊，不对！如果打开心门的我们是坏人呢？这样其实就是代表地下的亡灵都会往人类的地表跑吧？那个冒着绿火的怪物说你在自残是怎么样？呵呵，为员工福利和组织的信念，愿意燃烧灵魂牺牲奉献的老板也很伟大，对吧？伟大个屁！老板挂了底下员工要干嘛？都要跟我们解释一下你在做什么哦。用不着担心，森林之王又不是主修实力法术，他只是不懂装懂。灵魂是精神所产生的能量，只有执念不够坚定的亡灵才会因为施展太多魔法而把灵魂耗尽。哇，我的解析度！哦，等一下，他的解析度，那解析度就是代表他其实。没办法维持自己形象了吧？没事没事，与其担心我，不如赶快完成你自己的工作。然后越早离开地下城，这些问题就是没什么好担心啦、啊。我可是甲级的死灵法师。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你刚刚那他叫那只绿火怪物菊儿，你要知道我没有听错。哦，你真的说是菊儿？我们以前什么都要管的伟大荣誉宿舍长。
那现在长这样，一坨绿色人兽大便，那看起来像燃烧大便吗？入社会以后，大家都变得很真快。没错，这没道理啊。他跟他当初整天都在研究怎么把魔物煮来吃，还搞到害我们被警察通缉。你找到新人物，新人学魔物料理，照理说他很高兴，为什么反而阻止我们？你也想知道啊？你们两个都是我之中最怪、最鸡掰的人了。我想我猜不到菊儿现在在发什么疯。可是，要是菊儿真是不想让我们收集师傅的话，他大可以把所有师傅都藏起来，或者烧掉。那个冒着绿火的怪物来说：“你自然哦，来了，好，往前。”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喽，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跟我一起在地层里冒险的话，请不要忘记按下喜欢，还有订阅以及开小铃铛，就能获得我们影片还有直播通知哦。那么，我是黑框眼镜的冰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